你干啥呢？哎呀，这阳光也太好了，这阳光。嗯，要不咱去个床，顺便。你看人家要这管理摁，宫里边的猫都用这个，你要不是死的重，真是低的这是。哎，坐下，能不能别虚荣就这样了啊？行啊，你给我等着啊！你天天干点啥这个费劲？尿尿，老尿，你为何执意不肯驱虫？用博莱恩内外同驱，一滴即可，无需口服。你这破猫，若不驱虫，要是生病就只能去医院打针了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快快！哎呀，这咋说的？太快了！哎，赶走床，赶走了。尿回来了。嗯。尿。你人呢？咋不来接我？果然，你现在心思全在里头追风了。你是啥人呢？你整天在跟着人屁股后啊？人用钱了，十三个。吃点吃饭，能不能不编嘴啊？你平时无视我，我都可以忍。但今天你俩要敢到我面，哇！所以爱不久。啊！你怎么了？心里不舒服。你不舒服，你吃药啊。嗯，没事尿，我买了点药。我好像感冒了，没事，我吃点药就好了。你去陪秀芝去吧。甭管我。